很期待认识你的父母。我也是，这个时间正好。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的文化真不一样。没关系，我知道我的父母一定会很喜欢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为什么？妈妈、爸爸只是我的女朋友。啊！哎，你好，好幸福。哎，别让他不舒服了。再不会，换你你啊，君君。我买了一些 B 三的 T 恤，我们一起看 Ravens 橄榄球比赛吧。橄榄球。有的分了，那是我们的对手。妈妈、爸爸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哦，你好。哦，没选人是你，很高兴。梅兰大学。听说过呀。你在哪个行业工作？其实我是自由职业者。女儿，你在哪认识这个废物的？给你介绍我同事家孩子吧，是一高富帅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，年薪$100,000呢。妈。小伙子，你在哪个银行有账户啊？你在哪儿准备买房子？不会做饭吗？你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们生孙子呀？着急，终于着得急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豆腐，我很喜欢。有点奇怪。我以为中国菜就是炒鸡肉，没有别的。其实，中国没有那道菜，对于中国菜来说，口感非常重要。吃不惯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在中国文化里，这是很倒霉的。我们只有祭奠亲人的时候才这样。我的天，我很抱歉，中国人太讲究。好，真的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上帝。3分。6分。8分。你太忙了。哎，我要出一个中国的舞会，我带所有的中国的东西。马里兰大学。因为和一个非常好的态度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饭堂。我就给他打电话。亲爱的，你可以回来。来，你能喝酒吗？我当然能。嘿，你知道我们这儿喝酒都是什么样的吗？
你来跟我玩一东西吧。亲爱的，咱们回家吧。亲爱的，哎，进来。这孩子好像还